EasyGo 支援教学工具 UN Player 播放器，在影音里面有一个影音播放程式叫 UN Player。好，这支程式非常的不错，它可以直接搜寻 YouTube 上面的教学影片，比方说我搜寻直接搜寻 EasyGo 9，它自动会帮你把有关 EasyGo 9的教学影片直接找下来。那您需要播放，就直接按两下，它就开始播放。啊，播放的过程里面还可以把它录影录下来。好，现在正在播放，那我们可以直接选择录影。好，录影。它已经在录了，那开启指甲，它就已经在这里，好，它自动会帮你录影，好，这已经在播了，我们把它暂停，不要有声音哈，现在可以下载，啊，这相当不错的一个播放器，可以让老师在备课的时候，啊，可以不受网络频宽的影响，你先可以把你上课需要的教材先背下来。好，需要做剪辑编辑都很方便。以前我们要下载 YouTube 的影片，火狐狸的扩充套件已经很好用，那现在看到 UN Player 这么棒的一个工具，好，支援我们在教学上备课在使用，相当的方便。当然它也有各种浏览器的功能，包括要播放 DVD 啦，播放其他的，好，连收音机也都有，算是非常不错的一个播放器哈。